今天要进行的是第三回合的上半场。若是你在我身边，你唱起来我是觉得你的动作多，但是你的声音并没有不好。你比较适合唱那个哭哭啼啼可以爱上。对啊，很多难过的事嘛。我好像见过你，知道吧？呀，是你是我的偶像，从小就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加分的，不用跟我讲。所以，黄金年华之豆哥敬意，星期五下午3:30，八频道。